开放，削涨房价，现象胆爽，不知未来是否变得跟以前一样。匆匆地走在街上，有一些莫名的慌张，群民都奇形怪状，像外星人的模样。街边的座座楼房，披上了灰色的衣裳，全城都浓雾茫茫，我迷失了方向啊。呼叫牧歌，孩子们站在路旁，眼神里写满了恐慌啊。看世界不同寻常，天空变得很迷茫。黄昏看不见夕阳，树林里谁还在歌唱啊？谁？你看人家广场舞跳的就像电影一样啊。别闹，谁？这才是我的。吓死宝宝了呀，你离我并不远吧，牵不到你的手啊。哦哦哦，吓死宝宝了呀，你站在我对面吗？觉醒，为时不晚，相信未来一定变得跟以前一样。老大也在电视上，委屈的像孩子一样。欢迎郑钱哥，带人进城观光，不知君去了何方。感谢郑钱哥。黄昏看不见夕阳，树林里谁还在歌唱啊？广场舞跳得就像电影一样啊。谢谢宋比利，谢谢。吓死宝宝了呀，你离我并不远吧，牵不到你的手啊。哦哦哦，吓死宝宝了呀，你站在我对面吗？什么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的了？你是喜欢我的吗？是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在说什么，大哥？好，你在说什么？咱们兄弟们，如果说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，记得右下角的小勾点一下，感谢我们的小逗逼，谢刚我们那个挣钱大哥，谢谢。感觉不要叫星盟大哥，问姓啥，要不就星盟啥总也行，是吧？大哥，我应该叫你什么的？对，尊称一声，称呼您为什么的？打错地方了，你不会还回复私聊吧，大哥？我说你高冷吧，你还跟他们回复；我说你不高冷吧，你都不搭理我。没有，一看就是二哥的人。我去，说个话，我怎么那么不明白呢？都，那怎么你多说一个字能咋的了你？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小二就叫小二啊？不行，回头二哥一来了说，小二啊，我们这么称呼他的人是不是不太好？二哥不是很逗吗？是很逗呀。感谢我们的1980，谢谢。我不高冷，好友答案都没有。杜逼哥，我跟你讲，一会儿你就被爆破了。感谢郁闷无代人，人生熏卷。这首歌的名字啊，叫做那个吓死宝宝了。主播你都没有胸，有没有胸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